他们这个当地人要把这个树把它弄死掉，他也不砍它，因为砍了是犯法的，违反法律的，那么他就把树皮剥掉，这个树就死了，死了以后就报告说有一棵树死了，他就允许可以砍掉了。哇，好狡猾哦！这个，这个还活着吗？They want to cut it. 死了。They say that, but they will be imprisoned. Just indigenous strategy to cut down tree against to policy. 因为这个树法律规定这样大的树是不能砍的，所以他把树皮剥掉，剥掉以后树死了，他就报告说树死了。我们那农民把大杉木啊。为了砍他就给他过一圈一样嘛，他死了以后就可以同样的嘛。